题追根究底，大家好，欢迎收看《日新月综》，我是林一如。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台湾步入了高龄化社会，照顾长辈总是让子女在事业、父母还有自己的子女之间精疲力竭，成为夹心饼干。而照顾长者其实不再只是一个家庭的责任，而是整个社会必须要共同打造一个互助环境，让银发族也能够有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带大家来看看台湾长期照护的新趋势。现在有业者提供照顾的专业陪伴，细心体贴长者，为家中的亲情创造出更多的喘息空间。如何顺应高龄者的生活模式，提出适切的客制化解决方案，也成了创新服务模式的新风潮。爷爷年轻的时候很帅，真的哈、哦。对啊，我就说你们都是俊男美女呀、啊。你今天要买什么青菜？今天啊，嗯，那个青冈菜还差一个，青冈菜里头可以配那个菇，嗯，然后加一点那个红椒。一个关怀的眼神，一次贴心的扶持，一句亲切的问候。每个星期一、三、五，居家照顾员固定陪着李奶奶上传统市场，两个人买菜兼散步。哎、欸，那个太大了。你要那么大片的还是这个小片？大片的好。大片，好好。不要切太厚。老板，我们要这一条。啊，这个。对。看看，这条就好了。对。提供个人化的服务是必须要的。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每一个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除了在标准化的作业流程之外，要针对个别的需求提供不同的服务，标准化还有个别化的需求，两个都要加总在一起。那当然也因为有这种需求，所以我们对于老人需求的美感哦，就能够抓得准。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照顾需求。那我觉得照护不应该只有一个形式，好，或是一个标准，或是同一个服务的流程，它应该是要从客户的需求来看去做满足。以台湾目前养生照护产业的发展，基本上是以满足需求为推动方向。关于银发族的需求和商机，经常陷入银发族就是年老力衰、没有经济能力以及需要被照顾的迷思，所以大多数商品及服务只在满足银发族在生理以及安全等两个需求的层次上。有业者看到老爷爷老奶奶们内心里真正的需求，有一句 slogan叫做如家人般的关怀。那么老人家其实他对自己的需求很客气，不大愿意去麻烦人家。那么我们在照顾老人家的心态大概是这样子，如果说小孩子从他不会走路，然后慢慢在成长的过程中，那他开始会学会穿衣服，那开始会走路，那老人家的照顾我们就把他逆向来思考，从他可以完全自主，然后到慢慢他的机能、生活的功能，还有他的自己照顾的能力在退化当中。我跟他是无话不谈，我什么心里有事什么我都告诉他，让他知道我的想法。所以我蛮喜欢白经理的，他做人很好，很体谅，好像他能够在这里面配合得很好，他也蛮开心的。根据统计，实际上真正需要接受照顾护理的银发族占全体银发族的10%左右。银发族除了生理需求以及安全需求之外，其实更需要的是被尊重，因此量身定造的照顾模式油然而生。这些中壮年人出口去打工的时候，家里面的两老谁来照顾？纵使有钱，也不一定找到合适人来照顾。因此，这个议题就变成越来越急迫，而且越来越必须要我们去面对的正式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就是说，高龄化社会来临的时候，
变成了我们一个很重要很急迫的议题。那代表每个人对自己老年生活也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在业者来看，我们就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机会是在于客制化，我怎么去透过一个提供不一样的产品服务，让我的消那我的顾客是可以得到那样子相对觉得相对满足的一个服务水准。你妈妈我撕了，撕了，对，你要把这个擦干嘛？是我拉开了给我拿下来，对，擦一擦就可以。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可以。哦，你怎么烤的时候要用这个？对呀、啊。照顾员回忆起刚来李奶奶家服务的时候，李爷爷还在世，生病的人总是经常发脾气，让照顾者倍感压力，所以照顾员除了要秉持专业的照顾之外，还要适时的在两位老人家之间担任润滑剂。最后病重的时候他在，我们都靠他，因为我们弄他我们不专门嘛，他们到底训练过他就不会吵，那假如我们弄他，他就会说：“我不要你了，我不要你了，我腰会没了。”在资讯非常发达的时代，消费者掌握的资讯越多，做决定时也越能分辨好坏优劣，尤其是关于高龄者需求，老爷爷老奶奶的需求也逐一从单一型转而趋向为复合型，照顾员不只是照顾老人家的身体，心灵的抚慰更是重要。然后你平常都跟北北说什么？我说我很想你。然后呢？我天天都在想他，天天都在想他。我们另外一个使命感就是说，做任何事情，我们都希望老人家的笑容多一点。那这句话很重要，因为老人家他慢慢的年纪衰老的时候，他有时候在心灵上会自我封闭起来，所以要看到老人家开朗的笑容，事实上不大容易。那透过我们的服务呢，如果可以让老人家的笑容多一点，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信念。啊，你手先发焦，嘿，手先发焦来，这里哦，这个手嘛，赶快先发焦哈。好嘞，好嘞哦，哈，来，哦，好，好啦，我那是哈，这里哦。带去公园做运动，念报纸给老人家听，专业的居家照顾员在日常生活中放入感情的照顾长者无微不至，甚至在陪伴就医时，面对医师的询问，更是细心的勤抄笔记，仔细的主动告知老人家的身体状况，询问用药前后的改变。然后张医师他有那个邻居介绍，他平常在擦的那个药膏的这样子，你看他这，对对，他平常有在擦这个东西。这个最好不要擦，因为它不是止痒的，它这只是镇痛剂。好的嘛，那这个为什么不要用？因为它大部分擦完都凉凉的，那就凉凉比较舒服。对，他都说凉凉比较舒服。但是这种凉凉的，会越擦越痒。比如说陪伴就医，不是把老人家带去，那么把药拿回来就好。这过程当中，我们要很注意老人家的身体状况。那到医院去求诊，有没有需要特别跟医生沟通的事项？那这些都很重要。每一个老年人，他带上平均有1.2个慢性病，而且慢性病的人带上有80%啊，所以真的台湾是变慢了。死亡原因像高心血管啊、高血压啊、糖尿病等等是占大部分。面对慢性疾病、行动不便或是罹患癌症、失智的长者，在照顾方面一定不同，因人而异。这些因应被照顾人的需求所延伸出来的服务，都是靠平日专业有素的训练。麻烦你右脚帮我撑住一下，好，1233条第3行，本来可以吗？好，那我们往右脚，本来1234下来哦，1234。就是老人家在老化的过程当中，除了生活的照顾之外，那比如说他慢慢的慢性病会加重了，那他的照顾当然要比较不一样。比如说老人家慢慢的也会有失智症的发生，那对失智症轻微失智症的老人家的照顾，他又要有一些不一样的比较专业上的训练给他们。那比如说老人家现在癌症变成一种老人病了，
那老人家罹患了癌症之后呢，在照顾上甚至走到安宁这个阶段呢，那我们在生活的照顾上也都必须要针对不同的老人家他的身体状况也要做不同的照顾。照顾服务人员是不足的，他的社会地位是被贬低的。假使我们能够成立一个造福人力学院，然后透过分等分级来做适当的验证，一方面他有专业能力，一方面他的社会地位提高。主要照顾你好，我是慧玲。对，要提醒爷爷，这个礼拜四下午要看医生哦。哦，你希望今天下午服务时间提早哈？在九月份的时候有中风的状况，那请问当时是血管阻塞还是出血型的呢？阻塞型的。等待访视，媒合的文件清楚地挂在墙上，客专亲切地透过电话与爷爷奶奶们嘘寒问暖，适时地善用笑容和拥抱，让长者感受到有如家人般的关怀。老人家真的很有意思啊，就是，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很常用那种，就是 body language， 常就是拥抱他，就是跟他拍拍肩啊或什么的，我觉得他们就觉得很有安全感。其实我觉得老人家他很缺安全感，尤其他子女都上班，他没有陪伴他们，那我们就是陪伴他们的角色。服务人的一个专业度之外，他的态度 O 不 OK？ 好，刚才你有提到所谓的爱心跟耐心，那除了爱心耐心之外的话，他有没有所谓的同理心？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一点。哦，所以我们再去做一个实务上的一个，不管是教授或是技巧的一个演练之外，其实我们都会采用所谓的一个同理心，就是他知不知道长辈他所处在的一个环境是什么，哦，他目前遇到身体状况是什么。由于高龄者相关需求等待解决，单靠政府或是社福体系的力量并不足够，有更多需求要被满足，顺应当地高龄者的生活模式，提出适切的客制化解决方案。产业面在经营银发这一块，事实上因为现在这一块的市场还不是非常好经营的，那中卫中心在这一块呢，他们投入了很大的心血在做什么，就是整合，怎么上下游整合或是水平的整合，那么让目前呢从事银发产业的这些公司呢能够有一个平台，可以互相交换信息也好，或是彼此去支援，把这市场能够再做有效的资源利用。我觉得中卫中心在这一块他们投下很多心力，也看到一些成果。发展养生照护产业可以满足台湾中高龄者的各项需求，提升生活品质，未来也可进一步将产品与服务输出，将台湾经验扩展至其他华人区域，对产业的整体带动与投入更有帮助。台湾高龄少子化是必然的趋势，需要靠全民从事银发产业的业者和政府共同面对，共同努力，让台湾成为康健乐活岛，不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成为一个创新服务模式的基地。行政院人口汇报中提出了一个令人非常忧心的数字，预估到了2060年，台湾每十人当中就有4个人是65岁以上的老人，其中2人年龄更会超过80岁。而照顾银发族其实也有城乡差距的问题，如何来克服这样的资源不均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